为了便利香港市民在外地发展和生活，合资格的本港市民现在可以在港大深圳医院接受资助诊症服务了。在先导计划下，预约了医管局指定专科门诊或普通科门诊复诊的香港市民，可以到港大深圳医院接受指定门诊诊症服务，每次只需支付人民币100元诊金，余下费用的差额会由先导计划资助，上限为人民币2000元。计划服务范围涵盖医管局提供的主要专科和普通科门诊服务，不过偶发性疾病需要住院或日间住院和急症室服务就不包括在内了。如果从未参与在2020年推出的特别支援计划，或者已经参加并想过渡至先导计划的合资格病人，都可以向港大深圳医院提出申请的。